大概有一半都是阿叔的东西。好，我开始收了。到饭店了，早安！现在要去楼下吃早餐。觉得自办登机真的有点困难欸。阿姆斯特丹，继续前往台北。阿姆斯特丹机场超多卖花的店，很多纪念品小店卖超多郁金花的东西。漂亮的明信片，还是很多这种郁金花的。各种东东。
早安。这是本班副机长代表机长吴希文在这招呼大家。基本上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往目的地台北下降，请回到座位，系好安全带，以及固定安全。会有四季豆，你买这什么东西？太瞎了吧！你从欧洲带回来。